在想说为什么屋檐密布，然后才想说哦对哈，因为你要来信义区，然后就真的下雨，怎么会这么大？那、啊、这歌迷怎么交代？对，这歌迷还是说一声抱歉啦，但是对于资深的歌迷就是说，你是第一天当我的歌迷吗？当然会下雨了，欢迎维里安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维里安，这是第四张专辑。就叫做硬戳，那专辑里面尝试了很多很多电子的这个曲风，那像我们听到 intro 第一首是 EDM 的，其实前几天上这个 TDFN 有提到这首歌嘛、嗯、对对对，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佛教歌曲，佛基的歌曲，对，请大家早晚三餐按三餐都要听，可以消夜障好不好？好，对对对，不只要消夜文也要消夜障、哦、哇哇，你这个梗想很久了对待会呢，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先找三位好朋友好来上台，那早上要干嘛呢？就是来唱我们的硬戳这一首歌的副歌，然后来考验一下歌迷朋友们。2016年维里安第四张专辑硬戳，请开始。哦，我的惶恐，我的什么？其实差一点点进入音乐人的殿堂，可在第一关就失败了。我会唱广告的版本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于北北，请开始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卡。不是，捂得有点心虚。这位仁波切，你是仁波切是有做。好，维里安赢了啊！好，七八。哦，第一拳就赢了哦，又是维里，太厉害啊！记者，记者讲话，记者你说，记者让他是不是？再比一次。不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根据那个逻辑啊，他第一拳会比下。好，五六七八。维里安又赢了，那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运动加精神，对，我们就一路运动加到晚上的8点，好不好？真的最后一拳了，好不好？不，六七八。真的赢了，好不好？现场掌声鼓励一下，好。那今天呢，刚刚已经玩了硬戳拳了嘛， 对不对？那现场呢，我们也让各位歌迷朋友们上来，我们待会跟各位歌迷朋友们比大小。哦，三二一，来，哇，5点，这个是真的是蛮难的，我帮你把它2点涂掉，对，没有啦，成了，来啊！哎，这是酒吗？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维里安今天真的很大方，几乎都让歌迷朋友们赢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把布来了，把布来了，说把布，把布就到啊！把布阿伯笑嗨嗨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里安，今天来到四四南村的好秋这里来做这个维里安硬戳限定漫闪活动，跟所有的歌迷朋友见面、击掌，然后玩游戏。刚刚跟歌迷朋友们玩游戏，觉得歌迷朋友都蛮厉害的，不管是实力很厉害，或者是耍赖皮很厉害，我自己也是很认真在玩。当然没有硬戳拳可以玩的时候，有 QR Code 就可以平常自己玩一玩、说一说。等到新专辑的时候，就可以好好听音乐了。刚刚很好玩的是跟大家击掌的时候，大家很多朋友都有很多话跟我讲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就像在网络上面看，有些人发自肺腑的留言，都会让我更加有动力吧，继续前进。因为玩音乐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，不管是今天有到场的，或是在网络上面看直播，或是留言的朋友，都很谢谢大家。